第25题，下列选项的元素何者最符合以下的叙述？常温时为液态，可导电，有光泽，具有毒性。我们知道金属元素是可以导电的，而且有金属光泽。那么石墨是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，但它并没有光泽，所以这个东西是金属。而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金属元素是汞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下列选项的元素何者最符合以下的叙述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汞。